驻马行枪，与我国昌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月明啊。然后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，不是，let's out 了。最终悖论里，怎么怪怪的？那 let's out 了去了，串了啊！不是，总之我们就是继续来攻略我们的恐惧片，是吧？是在攻略之前呢，有几样东西，哎，我给大家先去看上一看啊，然后把这东西给书啊搞上一搞，是吧？然后既然给每个武器一个机会，这一期呢，我们就给这个吧，啊，就给这个，挺好的。第一件吧，第一件之前不说有几个箱子，你说你知道该给谁？那我知道该给谁啊，这不是给他吗？啊，密封的，那这东西可能是你的啊，你给我了，那你们送回去吧。啊，还有一个箱子，你别送了，还有一个，哎，好了，把我的东西给我吧。嗯，还有点东西，等等，满了，那剩下那些剩下怎么办呢？我剩下多的这些，那我只能，干嘛灵魂之子交给，然后就吃了，妈呀，没用了。那你的同事就是那些箱子吗？太吓人了。高校吧都是什么？同事怎么掉的都是这样的东西？哎呀，你这还最头疼的几样东西，你都没这，而且看起来没啥用，你弄东西又是干嘛？哎，满了，一下就给我塞满了。哎，都先摆下，哦，看看都是什么。哇，金鸡岩大锤，剩下的就啊哈哈。哇，原来这东西这么到处都是呢。啊，就这样吧，特斯拉核心，你说还有点用。行，好家伙，这么些金苹果呢。醒，我都不敢醒，做梦都不敢这么做。用了，只能站着这种灵魂之子交给着吃。好了，我收拾起来吧，哎，行了，箱子都开完了，东西都放进去了。来到了这个魅力时刻，卖家秀，看了吗？还有点乱了，看了吗？这锤子，看了吗？经典大和斧子，大个斧子环节。嗯，放下来吧。我在想，要不要演示一下这个东西啊？看看。嗯，表演一个。哦，哎，你打了22次，接着就藏起来了是吧？那是个禁忌的数字，不让看啊，是这么个意思吗？嗯，好，孔头爷来了。好，来到了这里，我们这一期先把这里清扫干净吧。那既然要解谜，我们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来解谜。先把，好，我们先都清了，把它。海燕和清，海内升平了，给他。哦，上了，上走吧。恐怖，你看我这，我刚想夸自己干得好，我说这个。以后就这么玩了是吧？就骗他来打他，不是骗他把底下的炸弹揉，骗他把底下的炸弹召唤出来，然后把他自己炸死，就没玩成啊，没玩成。到了作者地图魅力设计魅力时刻了又。哎呦，玩的有点太刺激了，我这弱小的心脏我受不了。哦，没事，下边就是这条路。哎，炸不死的，哎，炸死了。刚说不是我干的，不是我推下去，没想到他没下去，就很尴尬。本来以为自己是个坏人，没想到不够坏啊。行了，你摆在这里，你必有高论啊，你
首先，我相信它肯定是，因为它在这么一个奇怪的位置。其次，我要手离开键盘。原来还真是我手速就这么快，直接下意识就按了 ES 谁吗？不可思议！太好了，原来我手速这么快。看你插的那个，那是小羊羊，尸山血海，就是自动照林，感觉不是很好用啊。还有手动照林没放过。怎么把放下了？你要把我炖了是怎么地呀、啊、你？这上面有没有啊？啊，好，这边就走着头了。你这个门看起来不像能打开的样子。刚才哪儿来的呢？东西，这附近吗？那边有。大头，破坏了人家的火炬。哎，你是什么时候来的？哦，你看，就是我自己摁的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是我自己摁的。行了，在那儿刷，在那儿刷，这边应该就了结了。哎，算了，给他恢复原状吧，还是不是这样，不是太安心。点亮吗？请再点亮一下。喷我，喷我，快快快！哎呀一，哎呀一，一哭还一哭，点上不就完？哎，大善人，大善人，哦，我们再去下边。杀你，不杀他，你是全都杀死还是全都不要杀？就打打呀，打他妈的，就那个状态啊。怎么上下两节都变成羊了？这是怎样一个说法呀？你也是吧？你跟那个米米克就是那个舒克和贝塔海尔兄弟。走不了了，斩妖剑。嘿嘿嘿嘿嘿，撒手撒手，我打了他们十次密捞的。我是不是打得太激动了？后边有没有箱子？我好像都没看。下边好像又是一个传送点，这个是去哪儿的呢？我给我放下！扔错了，扔错了。
我不对，是我来，你一定是那个，快来给我分析分析，我为什么要按 ESC？ 学徒之家，走，我们去一趟看看学徒给我们留下的信息是没有信息。学徒问我你们怎么又回来了？我回来了呀，我又回来了，我为什么要说又呢？来吧，大小弟。 恐惧村庄，先说一下吧，为了之后的解谜，我们先清理干净。这上边为什么一个吓我一跳？我以为我拆完了之后，这里突然触发了上一张图的机制，我以为格鲁沃洛斯生气了，他追到这张图来击杀我了。啊，你有点太恨我了。 哎嘿，没成功，听说没成功，本来想直接把他害死的，是不是很成功啊？我的手是如何如此之快的就按到了哇，这现在这里有什么已经不重要了，这个世界有什么未解之谜也已经不。我更想知道我为什么能按出这个键来。 X 不是我的签名，大手人环。啊，不是，啊，这么个说法，我无意间探查出了一些奥秘。啊，我并不是想进去啊，你误会我了，我不想干那样的事，我只是想来把这个拆了。 抗击哦，身体健康。哦，什么？哦，我解开这个谜团了，就是我打开箱子之后，我会摁 ESC 去关闭箱，然后呢，因为它这个箱子已经，哎呀，等你等我吹完我的逼，我打开箱子之后，哎，我下意识的我想去摁 ESC。 东西是吧？我摁关闭它，这时候呢，对吧？它已经替我关闭了 ，ESC 键就触发了我开关菜单的那个选项。这次我懂了，好耐久梗，太强了！名字听着就这么强啊，越朴素的名字越强是吧？很直白啊，就像大剑一样啊，就又大又剑。啊，那不是好，不是好啊，那走了，这边是。 唐唐九，我血化瘀，强身健体。作者应该不会弄这样的东西，这么阴间。但是我反而希望锋利的长矛。哼，谢谢你，放猪哥们。哎呀，我一个无情的。 灭火器，我上来把他的所有火都给他杀了。嗯，赶路头，赶路头，走到脸上来了，想起来自己有粒子火花。哎，回头啊，哥，你干嘛呢？十一，是恐怖的，确实挺恐怖的，你。 你看你给那些东西。
先会给我答案。我们安全了，暂时的。哎，哥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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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哥，这个不好听的，我这个弓要是没了，可比这东西吓人。作者，你最好做一点让我瞧得起你的事。他不让我瞧得起。防火兄弟，炸掉了，谢谢你。哦，捡回来了，下午弓没了，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弓没了呢。但是我刚填上的坑，哎，不合适了，不等吧，一等，你回个血。这儿挺能藏啊你。那你真是出人意料啊。好家伙，三层啊。反正都清空了，我们一块把箱子开了吧。按这个状态估计箱子里可能。加固的钢胸甲，一定是假的。哎，竟然吃枪子儿！你竟然吃枪子儿？不会也是假的吧？哎呀，这打开了，这个要是假的，我跟你说，绝杀！哎呀，这个作者不太行啊。哎，怎么你炸就不管？上面写着装备。我想直面一次我的恐惧。哎，我本来以为是一地的那个，没想到是你。嗨，那没有什么意思了。我这算不算吃播呢？仗没打多少，一直在这咔咔咔咔咔逮着个，我在这咔哧咔哧的。那是。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啊，在这给人点亮，那哟，武侠书上也没有这样一种功夫啊！你说火把功，哎，我上我到处点，雷锋高叶杀人放火，没有那样的有那样的招式，但是不是用火把放的，打哟。您飞的可真快啊。嘿，不炸我可杀你了。哎呦，不是，这几个恐惧怎么回事？怎么飞的异常的快啊？主要是你，我就没见过这样的。哎，就撒手没，你知道吧？就刚才那个状态，这底下那个狐狸花一没，嘚儿就飞走了，是假的。中血了还得来给我来一口。不是那个杀手没。这个就速度很正常，刚才那几个杀手没，就下头那个苦力啪一没，滋儿就钻走了。哎呀，好像太快了。迫不及待就想拥抱天空，就我也不知道这个苦力啪是给他留下了怎样的心。他如此的厌恶这大地，可能他向往着自由的灵魂，是吧？本来特别向往，被下边下挂的这个重磅炸弹给束缚住了。那他一失去这个束缚，就迫不及待的飞向了天空啊！作者，我希望你干着，我能瞧得起你，是假的。差点给我烫熟了，烫火的剑，打着打着给自己
再扎一下。我说了给燃烧自己，照亮他人，进去把自己烤熟了，温暖别人的胃。好吧，三连坐还没赢过，可以了可以了。Feel you a little bit afraid, Harry. 哎，合理吗？合理。现在我需要一个 Minecraft 的成就来表达我的心情。我从哪儿来？我是打哪儿来？梦魇洞穴。嗯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嗯，出锁的叉子，你一定是那个假的。那有的快，有的慢。这里也需要特殊的时间线来解锁。那是那个假的，一定要打完了吗？啊，再检查一遍啊，应该是没了。好，那剩下的，我觉得这里我可以让作者瞧不起。哎，作者似乎不是很在意这些事情，他不是特别想在这种里边给你，没有意思，太仁慈了，太。要是我，我就在里边怎么也得放上一个，你不注意的时候，嘣儿给你整出来。在不经意间就给你小小的心脏狠狠的一次重击，让你在最放松的时刻突然，哇，好吓人。嗯，好，我们晃了一圈，是吧？哎，回到这里，既然知道安全了，那我们乱跑了。OK， 我们这期节目到这边就结束了，完成了对这个地方的探索，剩下的就解谜相关的活动了，等于是我们这一关这一期为了让我们的探索变得说呢游刃有余啊，提前把一些不稳定的因素给解决了。好了，我们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江山父老能容我，不食人间造孽钱。月明在此感谢大家的收看与支持，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三连转发，送我上推荐，希望没点关注喜欢 UP 主风格的点点关注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再见啦，拜拜。找点东西，找点东西，看看这一期吃只能吃胡萝卜吧，拜拜拜拜啦。